看见我和铁西在书房。其实正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和他是……不要提那些事情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让我去查的关于蝴蝶哥哥的信息有线索了。真的吗？其实是在你们家的垃圾场发现了有蝴蝶哥哥 DNA 的机器零件，我就按照这条线索进行了搜寻。然后呢？有没有找到他？但他大概率是永远的离开了。蝴蝶哥哥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死，你只是躲起来了。蝴蝶哥哥，你没有死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，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你，没有找到你。铁西大人，您吩咐的夜宵已经全部完成，并设置了10分钟的持续加热功能，保证您和月月能吃到最美味的食物。月月，这是你刻意叫的名字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主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这个家伙真是个鬼机灵。您快看，美味的夜宵都准备好了，还有新品种的奶茶火锅。我没胃口。肚子都饿了，吃点东西再睡觉。怎么，心情不好？明天说蝴蝶哥哥他可能不在这个世上。又是蝴蝶哥哥，无语。可能不在那儿，也有可能在，我还没有出马去找呢。可是我确实找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消息。欧月还是那么在乎那个蝴蝶哥哥，找到他我会让他尝尝心痛的滋味。铁西，行动奖金已经打到你账户了，你处理完鸟剑的事情尽快回基地。一周内完成任务回来。这次行动你效率太差，真不知道你每天都在搞什么东西。你听没听见，臭小子？我休息一周再开工。什么？我们去海岛散散心。现在？没错，就是现在。我带你去最豪华的酒店，忘掉烦恼，好好享受享受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去，而且你不是没钱吗？刚刚有。你现在陪我去，我才有心情去找你的蝴蝶哥哥哦。旅行行程记录已经删除，机场内暂无可疑人士。给我安排最豪华的海岛套房。怎么，一会儿没理你，开始闹了？在机场，我们要尽量低调，很有可能我的仇家就埋伏在这儿。不过还好，这里刚刚检查过，非常安全。刚刚没看脚下，一晚上没睡，太困了。那一会儿，我们一起睡个懒觉。